为什么现在才遇见你？哎呀呀呀呀！你们两个呀，好啦，等一下被你教练骂啦！哎呀，蒙人啊！好，我决定了，我移民来新加坡。移民？你疯了、啊？你根本不像我一样当个空少，要飞来飞去就好了啦。当空少？他只能考空姐的咯。当！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上了贼船啊？如果我设计出来的空姐制服无法引人遐想的话。 那就是我的失败。这点苦我们都要忍一下，OK？空服员需要被尊重，空服员需要被尊重。周末要去冲撞体制嘞，那你为什么又要委屈自己去配合体制？你怎么变空少了呢？这位帅T空姐在那边群里很红哎，可是我听说他不会先砸我。你就穿空少制服让原队友幻想是不是？幻想也不错啊。嗯。